雄市长陈其迈锁定北高雄市区做最后总复习，前一天车少直播影片当中解锁2018年的正面人体冲浪影片，被问到选前之夜会不会再来一次，今天不会了，今天是这个选前，其实我们希望说能够大家要踊跃投票，要催票，要顾票。他唱人红豆跟人体冲浪好像过去就有了嘛，这很新鲜嘛，大家媒体都看过了嘛，所以还是在旧戏重演啊。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照自己的一个步伐。倒是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很酸，都是老梗，有别于陈其迈全力扫街，柯志恩选前请走公庙，回到参选高雄市长的首战古寿宫参拜，更说感受到民众越来越热情。就是选前的一天，我们也还是再一次来这边跟马祖报告哦，这过去5个月来我们所做的点点滴滴，当然最重要是能够祈求我们高雄的市民大家能一切平安。对手拜拜。我们平常都这个烧香，哎，这个地方跑得很勤，哎，不会说到选举的时候特别的安排。两人你来我往，唇枪舌战，但前市长韩国瑜对陈其迈可就一点都不客气。柯志恩一个人对你10个人，9个立委加陈其迈，柯志恩不用用右手拿麦克风，用左手拿麦克风，你们10个都打不过他一个。你让陈其迈、赵天麟、什么刘世芳讲起来，可能声音都发抖。Good 完嘞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 完嘞 ，Very very good， 剩下他不会讲了。参加直播节目，认为柯志恩英文好，还说高雄9名立委跟陈其迈10个人与柯志恩英文辩论，只会说 good，very good。柯志恩与陈其迈两人都笑笑带过。谢谢韩市长的幽默跟金口，他永远都是非常的称赞旁边的人哦。那韩市长爱说笑的，这个希望他回来多走走了。选举最后阶段，蓝绿争相把握最后机会冲刺。民视新闻出身为邓山田、吕连显，高雄市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